现在我们在 Circus 的跳娃娃机，这里的娃娃机只要你夹到东西，它就不会像台湾一样晃掉，所以等于说你已经抓到物品的话，等于说80%的话会中，对不对？拜托让我中，拜托。你下来看看，到底是不是所谓的80%？失败。